没干嘛？没干嘛？我看到你这里，你想偷我家的竹笋啊？这个竹笋是你家的吗？那肯定啊，我刚才在外面淋菜呀、啊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那边那个美女村的。哎呀，你还开着车过来？想偷我家的竹笋啊？哎呀，这个竹笋我以为是野生的，你看都在各个路边。怎么是野生的？有可能吗？就是我以前我种的，知道没有？都30多年了。是你种啊？是啊。哎呀，帅哥啊，这个竹笋啊就是我的最爱，我就最喜欢这么长这么粗的竹笋，很好吃的，又脆又爽啊，又好吃。那肯定啊，这个竹笋我都吃了很多次了。哎呀，既然是你家的，那我就走了。哎呀，美女，这样可不行啊！你就是属于那个偷啊，没经过我同意，你在那里拔。哎呀，我还没拔成，你都看到了，竹笋还在这里啊。哎呀，如果我没看到的话，可能这几根呐、啊、都被你偷去了。这个不行啊，你这个行为实在是不行啊，美女啊。不行，那我现在也不偷你家的竹笋，你也没有亏啊。哎呀，我的怎么没有亏啊？如果我没看到的话，你就夺成了哦。那你现在想怎么样嘛？赔钱呢、啊？这样也要赔钱啊？那肯定啦、啊！我都没偷你的，这东西都没偷成就要赔钱啊、哎、哪有这种说法？不赔钱也行啊！要不然等一下我拉你去派出所里面去啊！哎哎哎，叔公，不要拉我去派出所，有话好好说吧。你看我还这么年轻，等一下你拉我去派出所啊！哎呀，传出去了以后我都没有脸面了，我还没嫁人呢。哎呀，我看你还有30岁了吧？看你怎么看得出来的？我看到你刚才拔那个竹笋那个，好像都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么粗啊！哎呀，这样拔，看你的力气也不够啊！哎呀，就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就是嫌弃我长得太大太高了，人家不喜欢我，所以一直都嫁不出去。嫁不出去啊？对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看你刚才也蛮喜欢拔竹笋的。哎呀，如果这么粗了，不能吃了，知道没有，美女？那现在我走了。哎，算了，既然你这么喜欢吃竹笋，这个都要快变成这个猪了，也不能吃了。我看你这么喜欢吃的份上，要不然我家那边还有啊。那边还有啊？是啊，那边那些没有这么老的，好吃一点。要不然我去那边带你过去拔一根送给你吧。真的吗？是啊。赶紧来，快快快点来。哎呀，是不是啊？我都说我那根是不是比那根还好一点呢？哎呀，帅哥啊，想不到你个子矮小，人小小的，还这么古灵鬼怪的，骗我说这边有竹笋，你原来叫我帮你爬香蕉地那些草，搞得我那个手啊都起泡泡了，很痛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是？我刚才不是看到你喜欢去吗？我就带你过去拔那一根。刚才你也看到了，是不是？你拔不起来也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我都帮你拔了，那边那么多草啊，你怎么这么坏呀、啊？哎呀，算了，美女，既然，哎呀，你说过给我竹笋了，那你要去刚才那里把那根竹笋拔给我。刚才里面那个香蕉地的草我都帮你拔完了，那个香蕉只有一个，我都吃不饱。哎呀，那行吧，反正我就把那一根刚才最大那一根送给你吧。好啊，来过去，我不要骗我，这意思啊？我会骗你的，一言为定啊！来，我过去，好，来。